我们现在做的是素的，我做的是素的酱，鸡蛋酱。有一拌面的。好了，肉松我也炒好了。今天怎么早饭都是满汉全席吗？必须的。早午饭哈？必须的。这是糖是吗？吃，你要吃吗？给你吃。好香哦。好好吃哦，这刚刚炸的一个油条，好了吧，可以吧。小霞来了，那个真的我都嗨了，我昨天晚上就想着这个睡不着觉，厉害吧？哦，来，放到中间，呜，哎呦，哇哇，很棒了，饭团。这个好好吃，好有嚼劲啊！好有嚼劲，好吃吗？好吃，超好吃，好好吃哦！要我喂你吗？不要。小袁 ，No。Yes, man. No. 他眼睛毛好长啊！他眼睛小，他的比例嘛。小，我不小，你才小，可爱，可爱的。你们慢慢就会知道了。知道什么？我的魅力。来不及了，今天下午就走了。本来女生喜欢的男生，他们就会故意的就。对你随便怎么解释吧。就是故意的，你用你的方式理解这个世界是对的。哎，小慧。你们奥运会的金牌是纯金的吗？是吧？外面镀的一点，镀金的，可以看一下那个吗？那我们就按秒收费吧。你们仨都带了？你们不是三个人吗？是给我们吗？那你想多了。31届奥林匹克，对，里约，2016。叉叉 L， 然后就写着女排。This time, she has a gold to go with the bronze she won in Beijing. You say this is a piece of pure gold, this piece of ice. I sent it. Ah, that's amazing. This is not this is very strange. No, I'm not saying if you get this, you can say I'm the best in the world. Yeah. But if you don't get this, you also have to believe that you're the best.他一直这么相信。其实你现在学习一样体育，你也有可能能得奥运会冠军。有好多项目都是年纪大也可以去学的。冰壶，冰壶，对，我很爱看冰壶，因为我特别喜欢他们在这喊，擦，然后张金平，对吧？你是平常做家务带这种激情吗？来个三个，那这太吓人了。哎，何老师，什么时候聊天参加奥运会呢？咱们就有机会。看谁聊得好，最后发一金牌，说你聊得最好，给你一金牌，得了一个聊天的奥运金牌。